一头猪我算他5万，那我们买个40头猪，欢迎来到英雄，开始养猪。完了过两天猪瘟了，那算了吧。凌驾一切的战力，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这猪你吃过，我没吃过，有多好吃啊。哎，他那个火腿是什么呢？他那火腿是生吃啊，还是来一天就熟的呀？应该不是生吃，应该是这个腌的吧，应该是腌的，风干了腌的，不是生。我一直追，哼，掉了一个小兵。懦弱之举，我绝不姑息。给我了吧？哎，这无人可挡的武力。保持警惕，死在我手里吧。喂，全国 A 阶减速。我自有安排。我不出血可能会被他封着。养猪不来把猪妹试试手？养猪真行啊，养猪就是有点埋汰。太跟我打呗，减速死了。哎哎，鱼，别 K 啊，这 K 就有点不厚道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拉回来 A 级减速，喂，圈光，不要反任何的，喂，圈光，走路，
死在我手里。元老，这把布点鞋就行，先来个布点鞋吧。跑得快，怎么追不上人？从不后撤。上单泰坦能杀落手，那泰坦那玩意儿就上不了单。我一个喜欢玩泰坦的人，他都上不了单。我以前可爱玩泰坦了。再跑快点，辅助！那泰坦现在就只能辅助，他也不让上单。人家泰坦一开始出来是啥英雄？人家是打野，你知道吧？打着打着不让打野了，那就是算了。那寻思去打上单吧，打上单又不让打，一顿削呀，削来削去没办法，人家打辅助呢，没招。剩几滴血？剩两滴血。啊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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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这样的啊。一开始本来泰坦是打野，完事打着打着变成上单了，你知道吧？再打着打着变成中单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变成中单了。中单然后就一顿削，削完以后就不让玩了，就只能辅助去了。泰克也行，泰克人家本来也可以中单，人都打中单，后来呢 E 技能没有伤害了，不让清线儿，一技能打小兵他妈不掉血。哎，还有打小兵不掉血的英雄吗？技能吗？谢谢猴哥家的派大星，谢谢派大星。落手的 E， 落手 E 本来没伤害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懦弱之罪，我绝不姑息。回来吧你 ，A 级减速，外圈刮，接平 A， 我疾跑闪现一开，赶紧跑，真他妈疼。Killing spree. Shut down.看你这波杀不了我，下边怎么杀啊？保持警惕。这是他唯一一波能杀我的机会，他没把握住。二杠零打不过零杠二，不是？那你不得看技能吗？这英雄就是一套爆发，得扛得住啊！你二杠零，你也没有右装，这都虚区装。不要犯任何错误。你也还是脆。假装去一手，拉回来 A 的减速，外圈花接平 A， 挺进，接平 A， 被劈出来，劈出来死了，问题不大，这波可以越塔。
个闪。如果他不回家，我们就越怕；如果他回家，我们就越怕。好，直接一走外圈刮 AD 减速一个。往外圈光拉回来，平均挺直一个劈。我不理解。诺克萨斯即将崛起。这回你就杀不了我了吗？凌驾一切的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觉得你走不了。Shut down. 我的目标很明确。伤害已经不足以再杀我了，减速。懦弱之举，我绝不心疼。卡个眼儿。直接过来二塔对线。往外圈刮挺进一个拉截屏哎，截屏哎，我疾跑一台 AD 减速我一个劈平 AD 外圈刮平哎，我闪现减速一个劈，我火箭呢？不要犯任何错误。送我可走吧，从不后撤。啊，还是这个吧。这个跑得快。欧风没有这波兵之前，所以我们就不杀他了。
不把我放在眼里，给我了吧？拉回来 ，A 解锁，外圈挂挺劲平，也敢劈？嗯？怎么能没劈出来呢？我一个劈！谁往这里放的眼儿？我绝不姑息。我们已经一并抄了。保持警惕。拉没呀，等个流血啊，拉回来 A 接减速外圈光接平回血不死给辅助牛。场面，该给女刀的不给，为什么要给女刀？给女刀值钱了是吧？不给她，她更难受。不给她，她一分钱没有，憋死她。给我了吧，嗯，我疾跑一开减速，外圈不顶劲，我一个逼，我拉回来，老道问题不大，直接过来，我听说你很骚啊，我一个逼。诺克萨斯即将崛起，我闪现一个拉 A 级减速背圈刮电挺气。我一个拉 A 级减速外圈挂挺劲，外圈挂，贴膜箱。对面还有个 V 中单 V 吗？再来个实线鬼，没人能打得动我们。
为什么不用内圈刮？内圈烫啊！外圈刮，内圈烫。保持警惕。这个外圈刮，内圈烫。Double kill。还有件装备叫什么？反甲深渊减双抗。黑切日炎兰德里，打我等于打自己。喂，圈刮。大嘴干哈呢？干撸啊！那也不用走到人脸上撸啊！你想知道我准备出什么？那你猜一下，你猜一猜我准备出什么？还好啊。就俩人啊，那应该不用我了，我感觉。就拉一下子得了，一波了。我一个屁！你在这干哈呢？我一个屁！快点拆了，我要死了！给我贴个膜可以。这个炒面，海参炒面。